星が一つ空から落ちてきた六月の子守歌を歌う母のもとへ触るとすぐに星が一つ空から落ちてきた六月の子守歌を歌う母のもとへ触るとすぐに壊れそう。对的，他的音是比较厉害，这块音是真的。对，大家好，我是龙哥，现在我们进行日常吃饭。外面在下着雨，昨天去买菜，所以今天就没有外出，就在家里做做视频，喝喝茶，然后看看电视。差不多现在五点半了吧，五点半龙哥把菜整好了，咱们去看看龙哥今天烧了一点什么样的菜呢。走，咱们看看去。慢点慢点，就是那个很米酒的嘛。哎，好像这样子，那肯定它就是很炒大虾，这基围虾，炒一个对吧，淡淡菜花味道还可以，小菜花。昨天做的大排还剩下两块，今天就把它干掉。然后一个黄瓜炒一炒，香干肉丝，很简单的日常的饭食啊，你们吃吧，我给我拍，我这样先吃。然后这是我们这次新买的富山的大米，日本大米都很出名啊，软糯香煎，营养丰富，颗颗油亮油亮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旁边再来一杯小清酒。啊，青青和龙嫂他们都在喝梅子酒，完美。梅子酒，这清酒要抓紧时间喝了，家里全是清酒。当时马老师说他要喝清酒，龙哥拼命买呀，买很多清酒放着，他又不喝，他喜欢，现在爱上了什么呢？爱上了威士忌。哎呦我去！好了，那他不喝，只有我的自己慢慢喝了，好吧？喝完喝烧酒。哎。好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拍摄。还有宝酱，别逗了我。宝酱，你又上桌了是吧？啊？要不要吃大虾？过来。哟，你真的是吃吃东西还是哪里口渴？母はこうしていつまでもお前のそばにいてあげる。红烧大巴。是不是？来，坐下，哎，一会儿给你吃虾虾，好吧？好不好，宝酱？好啦，我去吃饭了，一碗给你吃啊。
好吃吗？嗯，啊，快来吃饭。好，短视频分享啊，嗯，分享生活的每一天。嗯。